鼓浪屿上有很多咖啡厅，可是开在历史风貌建筑里的咖啡厅，你有来过吗？今天我们一起走一走。城岸咖啡就位于鼓浪屿古新路25号，建筑本身就是岛上的历史风貌建筑，也是岛上旅拍网红取景地之一。面积不小，美式黑白简约风的设计，有卡座和舒适的沙发，墙上都是得奖照片和游客的留言签，主营咖啡、软饮和蛋糕，海风椰奶油蛋糕是店里的人气单品。美式咖啡25元一杯，价格很亲民，每个角落都是文艺小清新的出片场景。鼓浪屿上适合慢慢看慢慢转，如果岛上逛累了，不妨到这儿歇歇脚，在岛上留下美好的回忆。位置很好找，就在八卦楼的附近，